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吼，安午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们邀请全国听众朋友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树那李先生来点播》，天童主演唱的歌曲。这首的歌曲呢，叫做啊，这首的歌曲吼，天童主演唱叫做《乌龟哦媒体》。阿路口吼，头打关关向前行。有的乌木伊的阿路口，涙がこぼれないように思い出す。春の日、ひとりぼっちの夜、上を向いて歩こう、滲んだ星を数えて思い出す夏の日。ひとりぼっちの夜、幸せは雲の上に、幸せは空の上に、上を向いて歩こう、涙がこぼれ歩く、ひとりぼっちの夜。思い出す。ひとりぼっちの夜、悲しみは星の影に、悲しみは月の影に、上を向いて歩こう、こぼれないように泣きながら歩く、ひとりぼっちの夜、ひとりぼっちの夜。
好来，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在大地树那呢，咱就为李先生所点播哈，在天龙柱所唱这首讲了这昂首向前行。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啊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圣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8哈啊！节目有点小弟阿星，小弟姚人，小弟张天君，你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幸困的服务。联播国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晡呢，这是3点到5点哈。伫咱台北、新北家人，咱拢收听会到，这是家人轻松电台 FM96.9。大台北、联系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 FM97.3。伫咱大台中、全球电台 FM92.5。大台南、爱乡电台 FM90.7。高雄甲屏东，这是南方之音 FM89.3。以上，咱这电台呢，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伫咱这个 FB 呢，达人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完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好来，感谢。来，感谢啊！今晚就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2021年4月29号，今仔日是礼拜四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差不多各地拢出现着这个叫做阵雨或者是短暂的阵雨啦哈啊！这个叫做中部以北雨势讲会比较较大啊。另外呢，在咱中南部的山区哈，有完同款有这个南山的雨势发生的机会。旧历行到3月18号，气温的方面，对北到南温度18度到30度，这是咱天气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来，感谢啊！今晚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加看新闻。来，咱伫要报新闻之前，有完先来加报讲今仔日的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吼，新增加3例吼，啊，这拢本土。啊，这3例本土吼，这其中啊，一个是这个疫调，而这个隔离的旅馆内底吼，诶，员工，吼，诶，员工1120，啊，另外2名吼，这含这个花棚的技师有关的厝的人啦吼，啊，这总共多好3个人吼，今仔日。嘛是拢本土的吼，3个人吼、啊，这小连线一直崩落，崩到伫当时靠我多人收线，咱唔知影。啊，即马即个有关单位就是吼，尽量吼，靠啦，啊，尽量围吼，啊，尽量隔离，啊，做居家检疫的，做居家迄个健康自主管理的，做迄个自主管理，啊，做居家检疫的吼，就做居家检疫吼，啊，这边崩到当时，咱也唔知啦。即马个伫北部啦，吼，桃园，桃园，即马桃园，啊，佫规个咧叫金宝了，对吼，啊，桃园市长陈文灿今仔日嘛出来接受访问啦，吼。迄、那个所谓的迄个叫做隔离旅馆内底有即个员工去互确诊着吼，即间嘛正式啊，佮即间是即个做啥呢？诺富特饭店，诺富特吼、啊，诺富特饭店呢，即嘛是全面检控吼，要开始做即、這个做清洁甲消毒了着吼。啊，即、這个馆内呢，即、這个原本有带422个人，全部拢刷去迄个做防疫旅馆，啊，加即个做检疫所安尼吼，啊，即、這个所在爱囥2礼拜空空，哦，爱囥2礼拜空空啊吼，全部爱甲清洁甲上盖好势安尼。啊，根据了解，就是讲，即间吼，毋是干那讲迄个隔离的人咧住尔吼，阮有一般的民众，阮也住伫内底。吼、哦，这啊正式啦，吼、哦欸，对，伊讲这有民众前往消费嘛，吼、啊，所以这部分才有呐爱去做控制啦，吼、哦。好，免烦恼，咱顶边迄个布头有无吼，布里边迄个糖病、群聚感染迄边都足严重，都拢倒过啊，吼、所以这边同款啊，神经线拢甲病好严吼，啊，即卖呢这整个开始消毒啦，啥物种种。这拢总要采最高标准的防疫啦，吼！啊，以后那是讲到这个了，做啥呢？飞行员的部分有无？即卖我那咧检讨，吼，讲飞行员的部分到底，这个
这个检疫的时间是不是要小可加悬的，还是讲迄个检疫的程度要甲监控一下吼？这我们要小可注意一下啊，吼好。这是发拢是桃园，桃园就甲你讲，咱的第一线哩咧。桃园就是在国际班机拢从遐落来吼，所以唔通阁又阁传迄落啥物咧讲桃园唔通去啊，桃园啊那卖阁共传迄落啊啦吼。桃园人是替咱第一线伫遐咧担的吼。啊，桃园这件阁有一个较麻烦的，就是迄个七十外岁有无吼？迄个奥利桑啊，顶阵啊有报吼。对对。这里有去过舞场啦，吼啊，刷到迄个舞场的影片也传出来啊，哇！百外的人拢总无挂嘴烟啦，百外的人伫咧迄个舞场内底拢无人去迄个所在跳舞咧挂嘴烟，就是安尼，所以迄个时阵，人咧报的时阵，就差不多已经拢了上吊了啦。迄个时阵咧讲去行酒店啊啥，爱挂嘴烟保持距离，大家是笑甲要死，根本就无可能的。嘴罔讲尔啦，好。啊，这个七十外岁，这个奥利桑有哪真活动哦，伊的卡力真济吼，啊，包括去咧舞场。陈文灿有那强调啦，这个疫情的风险确实是有提高啦，吼、哦，提高吼、哦。啊，对着这个室内场所、八大所场所，拢爱要求挂嘴烟，会搁再强力做要求，安尼就对吼、哦。好啦，我话即阵啊，免惊店啊啦，吼、哦，这惊店要挂嘴烟，要较有可能嘞，吼、哦。啊，舞场内底咧跳舞挂嘴烟，这是来讲大家听嘛，拢感觉足好笑，但是为着防疫。会当配合尽量去配合啦，吼，好啦，来，啊，这是咱台湾的疫情小跨有进步，哈，啊，大家小注意一下就好啊啦，嗯，来，另外吼，要来跟咱听众朋友做报告吼，啊，这篇的新闻消息吼，这有关最近这段期间吼，咱拢有去看到讲吼，啊，什么款的这个乌龙虾住了到底吼，啊，血栓呐、啊。啊，什么款的乌龙虾住了到底吼，讲安死人有诶无诶吼。即咱看到这篇的报道，讲这个欧明伫昨昏啦，有来发布一篇这个研究吼，诶报告指出，讲最近这段期间来，因有来斟酌吼啊，这个俄罗斯甲中国官方的媒体、电视吼啊，种种都是媒体的对啊，受官方控制掉的媒体吼，安尼一连串，安尼条故意制造迄个无属实的假消息。啊，无了吼啊！即、这个碰风放大，讲啥物 A G 诶乌龙虾，讲啥物灰水诶乌龙虾，住落到底吼，死偌济人，拄死偌济人啊！血栓有诶无诶问题啊！然后吼，搁再俄罗讲吼，即、这个支那白诶，即个乌龙虾有够赞诶，住落到底，迄人都得着中国病毒武汉肺炎死伫棺材，要拖去烧啊，胃内搁再挖起来跳起来。啊，包括俄罗斯讲吼，因做即个乌龙虾有够好。啊，即马来开始就伫即个啊欧盟、欧洲国家、欧美国家吼，开始做即、這个啊报道，放上一挂即个假消息。你讲欧美国家吼，即、這个防疫啦，就是控制中国病毒到武汉肺炎吼，不力、无够用心吼，啊，造成国外国、即国外迄国、迄国外迄国个对啦，就是要互欧美国家。啊！遮后面种种的国家互相扣分就对啊啦，互相仇恨讲哇！恁拢安尼啊，无甲这个防疫做好好势，啊研究这个啊所谓的这个乌龙虾做甲安尼，做甲安尼不得不吃，拢安尼煮死人，煮甲血栓。啊，即嘛吼，就家己俄罗讲吼，这个俄罗斯发明中国发明出来，而且乌龙虾有够赞，都有够赞吼。啊，这是今仔日咱看到一篇上新的报告。啊，当然，拄只所谓欧盟只个研究报告就对啊啦。最近这段期间吼，收集到的资料，针对俄罗斯甲中国咧放假消息咧分化、咧分裂欧盟、欧洲、欧美的国家吼，啊，只个假消息吼，当然俄罗斯甲中国这方面拢完全固，拢完全固绝承认。拢讲无影，迄报纸媒体咧报，迄我哪法度人去控制因遐媒体咧装笑的？佮那媒体要报啥物关卡会对安尼吼？以上甲恁听众朋友报道，啊应该当安尼尔，啊所以咱台湾慢慢上万谈啦。等个假消息，伊嘛该当安尼，甲公布一个安尼尔。啊，得讲安尼尔。系啊，啊伊别个因讲无啊，错误啊。诶，媒体万谈都人媒体要报啥，看无有啥物题材啊。俄罗斯含中国因是安尼回答啊，讲迄根本就是。
含政府无关系对啦。所以我那唔免伤心神对啦，外国人因安那对付中国啦，其实当着这拢无多啦。各说各话啦。嗯，对啦。大家心内知影啦。重点是咱无咱无伊个法，啊后面看起来嘛无伊个法。所以你讲伊个，我讲我个，啊大家啊后面讲后面个啊，对啦。对啦。有一篇哦，今仔日有一篇写了袂歹吼，这我小可简单报告一下。南韩呐吼，咱台湾人有一挂人对韩国拢有一挂迄个了做啥反感啥，啊咱唔知说什么原因，看对韩国个特别反感，咱嘛想无。啊，你裁判啊，事件啊，新秀拜托个，啊，一直一直累积来啊咧。啊，这就是互相个爱国主义嘛，迄个无啥话吼。但是南韩民众因对中国个警戒心，咱台湾人倒是好好啊学一下。咱台湾是有，是咱台湾个政府蛮破个。啊不，咱台湾人我感觉。咧防中国的心是无输韩国人，但是咱台湾人若遇到某一种代志反应起的时阵，咱看到中国，咱台湾政府啦，不是咪讲中国政府，看到台湾政府含迄个啥，韩国政府的反应无同。韩国政府一时会打动啊，会倒救台湾人，对台湾政府是急皮皮吧，麻痹麻痹。韩国政府有哪共款麻麻？啊，所以韩国人较贵个，我也讲起来，对吼。韩国是靠人民起来咧，甲韩国政府讲讲，我无爱安尼，所以韩国政府等于中国有哪个啦？韩国人较彪悍啦，他们是北京伊讲个叫彪悍。这个，敢若性地较歹，安尼啦，吼。这个南韩这个所在个民众呢，最近真不满一件代志吼，就是伫咧韩国有一个所在叫江原道啦。江原道这个所在，讲要建设一个叫做中国文化城啦，哦，要起一个中国文化城，啊，政府呢要起这个，要甲政府申请呢，啊，政府予通过啊，讲要中国来起这个中国文化城，结果呢，这个韩国的民众就伫因的青瓦台，就是中国的，就是韩国的总统府，就发起请愿啊，就对，要求停止这件计划啦，吼。啊！这负责这件计划的公司虽然已经摕到要起的迄个了做牌照啊，已经摕到啊，但是因为民众大细声伫迄个所在咧抗议吼，而且准备要抵制伊相关的一寡只物件，面对着强大韩国民间的压力，决定伫4月27号全取消这个建案了，对，吼，取消这个叫做中国文化城的建案。这不是韩国政府动的，这不简单的，这是韩国人民给动下来的，对。不简单的，人民有法度人动到安尼去，摕到这招哦。哎呀，那输赢了，那钱不是算少的。而且，和这个建商家己主动讲，我撤销，我卖去，安尼个不。这不简单的。过来，无偌久以前有真济出的这个韩剧啊，因为中资介入，或者是中国的元素伤过头济。嘛，引发着韩国的观众掠狂，你敢知影？啊，其中有一部啊，讲叫做啥呢？叫做《朝鲜驱魔师》啦，《朝鲜驱魔师》啦，吼，这可能演一挂迄个鬼怪怪力乱神的迄种影片就对。这互韩国的民众呢，真受气，又搁走去因的总统府，就是青瓦台网站，连续要求停播。结果，这个民众的反弹，和这一片的赞助厂商，咱怎有一片影片也要上市，一定要有赞助厂商嘛。啊，这赞助厂商面对着庞大韩国民众的压力，怎纷纷退出，讲我不爱赞助啊，无要替你广告啊，就对，无要加入你的广告，片面去让民众给伊反制啦吼。最后，这出讲叫做《朝鲜驱魔师》的这出电影，安尼上映两集尔。就水落来啊，再算连续剧的了，对，吼，也算影剧啦，吼，上演两集尔，都水停播啊，对，赞助厂商全部拢总讲，跟阮无关系，阮无赞助啊啦，吼，啊，借问咧，即个即个代志，坐一个翻头倒转来，即个无论是要起即个做中国文化城也好，啊是后壁所谓即种叫做朝鲜的迄个韩剧，吼，韩国迄个戏剧。伊背后遐尔侪中资商，韩国政府那死人诶嘛无差呢，是韩国民众爬起来掠狂，甲伊抢呢，啊抢抢诶了后，拄只报诶，只全部拢总化停。那是枪伤哦。啊，拢总化停了。那是赞助商化停了。对，所以韩国政府甲咱台湾政府那赶快慢赔慢赔啦，因为韩国人煞毋知影中国对韩国有哪是足无友善呢，一尴尬要甲韩国二条条。伊诶亲。啊，无多，你当着迄个了做啥？文在寅这个人，伊亲北韩，当时计嘛亲中啊，哦，对唔，因个政府同款也是亲中的啦。啊，对着这个中国的统战，甲对中国的文化入侵，伊嘛无当作一回事。但是咱韩国人民安那样啊？伊个假期看卖，我就甲你提醒。而且伊是生金的安尼啦，吼。
好啦，尤其因这个韩国人，那看因在韩国咧搬的连续剧啦，嗯，只要里面这个中国元素那伤济，嗯，因特别爽啊。嗯，啥物叫做中国元素伤济呢？嗯，唔是讲因的故事演了伤济，而是讲甲中国吼搬入这个中国人物，放伫韩国里面放了伤济，唔是呢？干那一个肉包，嗯。干那一个葱油饼，嗯嗯嗯，干那一个假的物件，因韩国人就俩讲啊，嗯，因韩国人就甲即拍即片的连续剧的头家讲一句话，讲啊你靠遐，阮韩国是拢无物件食哩，是安那内面在放肉包，爱放葱油饼，人家中国食品啦，爱放假的物件，安尼因就得怎样呢？这原因是安那，你讲，原因是遐的物件伫韩国，嗯嗯，不是大众化的物件，嗯嗯，那遐的物件伫韩国已经是大众化的物件，已经无分中国韩国，安尼就无分什么叫做，遐就无差，因为遐，譬如讲台湾有葱油饼，葱油饼，这是台湾的通啦，咱台湾的葱油饼已经是咱台湾式的葱油饼，台湾话，台湾话，啊，其他比如说牛肉面，牛肉面，牛肉面，你讲伊是中国来嘛，卖晒，讲日本来卖晒，但是牛肉。牛肉面在咱台湾来讲有无？已经是咱台湾口味的牛肉面啊，无像那日本人。咱即马意思是咧指的是讲因中因迄个韩国人咧抵制吼，因中国嘅物件是抵制甲即个停。啊，咱是免讲安尼啦。但是咱今仔日咱个看吼，咱有一寡吼所谓嘅即个台湾人，啊为着要去吼中国吼赚一寡钱吼，赚一寡艺人了对啦。你看因嘅行为，因讲话。诶，遐一挂洋相，嘴脸了对啦，迄是外人啊，糟蹋台湾人，甲糟蹋台湾，结果台湾无法度伊，对，无法度人家得势。台湾人民，你着看有法度得势，啊，就安尼啦。诶，啊，嘛是网络咧得势呢，啊，但是网络得势伊下，搬搬伊下啊。啊，电视照常要做啊。但用怎样做啊？你个看，诶，个收视率个袂歹呢，嘛是够有一堆人咧看。差二家呢，系啊，差二家呢，安尼啊。所以，是来讲个，万般要靠政府也无法度啦，政府个疏客太侪，包袱太侪吼，啊，想要交流个人啊。太济，咱要靠政府去抵制中国，倒不如民众家己抵制啊！你看，简简单讲的意思就是安尼啦，吼。啊，要呼吁讲迄个大家防疫爱安那，倒不如家己先做起。哦，咱着嘴严挂咧，较少洗手的，家己做起就好。剩落来顾在因啦，咱要安那，迄是人的代志啊，吼。好来，感谢啦，吼，0800-0500-0500，哈。就今仔日自由广场，就画一篇迄个，就做三个三家漫画。我最爱看这个漫画，足趣味。伊简单几家啊吼，就甲代志讲互你足清楚。伊画三呢，画一只恐龙啦，啊判决王兵中顶人无罪啦。画一只恐龙吼，啊判决王兵中顶人无罪啦。啊判完了后呢，这只恐龙佫拿姜灰啊举起来一啦，结果呢，王兵中顶人就向前行的啦，吼，我他妈笑甲对一边去安尼啦，啊，这只恐龙才歪头做伊行，这咧讲啥货？这咧讲迄个姜蝶案啦，到尾啊，竟然判决无罪，啊，这只恐龙本身就是姜灰啊嘛，对不对？啊，这咱的司法改革，我那真正改革了后，成功真好啦，吼，大家破瓜声无浪费啦，吼，要继续拍，继续拍破瓜落去。无多啦，司法改革毋是遐简单诶啦吼，毋是讲总统宣誓，总统敢有心要改革？我想绝对有啦，无心要改革，伊讲诶要创啥？嗯，但是真正落去到地上，就像陈思梦老师入去监察院共款，你遐一个人硬头歪头，佮出来无法度，即无规盘诶强权结构拢总共款啊。无啦，即司法要改革吼，即应该爱有相当大诶魄力啊！啊，即相当大诶魄力，就是甲现主民即一寡老法官。老检察官全部拢加吼，无可能叫因提早退休啦。咱就是咱都啊钱发发咧，啊，互少年家囡仔入来。嗯，即因为即个咱知影，即一挂老法官，包括吼老即个啥物啊，检察官了对啊。嗯，早前拢是属国民党嘅年岁大汉咧，拢国民党即种嘅经营之下栽培出来诶，即个司法人员嘛。啊，即就是人格嘅分裂。诶，照你讲，国民党早期栽培出来，即个法官也好，军人也好，还是啥物也好，不管都军功高啦吼。那只要是国民党早期栽培的，这些人是爱比咱较反共的呢。嗯国民党较早咧栽培，倒一个无反共。当然是安尼咯，对不对？啊，结果亲共的这个变成无啦。啊，因目睭，因目睭有咧看嘛。嗯。因看后手，这个民进党执政了后的时阵，有那中华民国啊？不是中华民国，
因看后手改民进党之前的时阵，因心嘛是搁我国民党嘛、嗯，但是因有看到国民党的种嗯含强辉啊，即马好来甲死来活去呢，所以因自然理念，因的心肝头会想讲，啊，我的主人都即阵嘛对强辉才好啊，嗯、啊，咱迄个观念以前讨厌强辉的观念爱改变，因、嗯、是安尼俩，对啦，对咧变就对啦，对咧变啦，对咧变啦。啊，简单讲就是讲，即马出一挂大牌的人，你甲问 Echo 啊，还是人咪话你讲啦吼，咪讲 Echo 也是好个哦。我讲 Echo 是虾米呢？好啦，来进广告，进广告啦，哈、哦，这真正是台湾的政治来看这物件是足好笑的哈、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阿连咪再个倒转来哈、哦，来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我是好人，无山海口，我是讲看要问看你食虾米，会食一。食虾米无要紧，无要紧。伊这个佫较毒的物件，伫咧重金属伫咧排泄，食虾无要紧。啊，但是我呾莫食伤济啦，虾对咱人个目睭拢较歹。啊，即马我要讲吼，我旧年无安铺一排一排哦，两双脚哦，哦，铺甲拢得起哦。阮遮一间两间外科，啊，佫过是一间麦味平，啊，一间迄个火王帮哈，我拢去遐住下。好好好。啊，即马呐。煮不好，我就搁走去卖外田遐煮，安尼。啊，即卖煮哦，哦，是安尼艰苦啊，心脏咁要疼去。有影。啊，我即卖就是，我有那半信半疑，然后就是听节目，啊，听着讲许，食一安怎安怎袂歹安怎。真好啦。啊，我即卖就讲，迄阵无咧精神，啊，我就买十三，无咧。十罐上三罐迄间啦，哈。迄精神期间啦。嘿。啊，即卖买来食，哦，啊，今年。规个脚手啊吼，迄蹼啊吼，拢毋捌叫用。拢无行开啊。嘿，拢毋捌去。拢好去啊。嘿，啊，阮头家昨即两天啊，看我害拢今年拢无叫伊再去用，除非着脚的时啊，着对。啊，看我拢无咧发火着对。嗯，看你的脚拢好起来着对啦。哦，啊，即摆伊着本来拢会骂我呢。嗯。哦，啊，即摆我拢无爱甲看啊，我着看开起来咧食，我想啊一罐菜搁黏伊了伊啊，我着搁灌一罐落去。啊，就是看伊。看我的脚好去，伊即摆看你脚食了好去啊吼，啊怎你食安尼就对了。今年拢未补破啊。啊，迄感冒吼，那食药啊，较紧好就对了。哦，安尼我的身体本来无好啊。嗯嗯嗯。我昨嘛是立迄目九点出大粒的，就是这目睭歪啦。嗯嗯嗯。啊，伫阮遮迄个，阮遮有一间啊目眼科的，嗯嗯，去互我用起来就对了。嗯嗯。啊，我就你讲叫我考，我是讲看人食。好啊，我先煞要甲你讲一下，讲真正有效啊。有影有效哈，阮的产品真正好个啦。啊，我即嘛是吼，像讲安尼头壳安尼，有当时安尼脚会不正常。啊，搁小看啦吼，啊，你搁继续食。有啊，我今日哈那食。啊，你一顿拢食要个咩哈？嘿，我许一顿食三粒。好，对对对，啊，只有三顿食。嘿，啊，我当时嘛袂叫人食。啊，若要困，搁甲食一届。嘿，要困搁食一届才好。我当时也袂记得，袂记得无要紧，啊！你要睏，再甲补一下。好，啊我啊我这脚哦，吼，真正有够好个，就是。有够好个哈。好，无安尼照甲规个起来，照我规个起来。啊，即摆拢好起来啦。啊，我昨日买是咧打赌个，就对个，就讲啊，迄健康食品袂要紧，安尼啊来甲伊买食看卖啊。啊，即摆拢好起来就对啦哈。啊，即摆在剩小块安尼，在时啊吼，安尼感觉安尼。神仙爱困爱困，头下佫较严重。我甲你讲哦，迄就是你肝无好，再甲你改善你的肝。嘿，你的肝疲劳，嘿，你改善你的肝。真正有效啊！你，我这是开始卡你电台，遐真正我拢讲。哎呀，要紧，做功德，啊，阮做业绩。哦，啊，迄我看迄皮肤科啦，迄啥人来照顾安尼吼，我嘛歹势甲伊讲。啊，你唔得甲报。啊，阮头下拢会骂我讲你假报，然后安那。哎呦，这毋是假报啦，这也是功德啦。啊，伊讲你。咱出一支嘴，咱也无听，你也无中汤啊，中了是中一个功德。哎呀，讲你啦，安那你就知影。啊，我嘛挂一罐，安那有食。啊，我遐过剩四五罐，我食了要。好好好，感谢你啊，林太太。好，啊，你老师。好来，再感谢咱雄狮大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个着。信任公司好，独家提供个，即么是广告个时间个着哈。啊，介绍咱信任公司在优良个产品许多山稀的健价产品个着。听众朋友，咱敬爱雄狮时大，心理上是靠你要过唔过啊？真正足侪生物科技有够好个，咱个信任公司个产品就是生物科技来滴啊，会当互咱做使用，即、這个安全性上介好个。无一点点副作用的物件了，这个物件你绝对爱个食，不管你有病无病了，对。像咱这林太太，你甲想看嘛，迄皮肤呢，
皮肤的布婆啊，你脚手拢是布婆啊呢？迄布婆啊，起来到底是肿啊，站袂掉呢？佮尿破了是佮会生会煮汤呢？安尼呢？安尼？迄布婆啊，迄我痛苦，你敢知啊？那普通一日咧肿，就莫讲布婆啊啦，一日肿你就你肿袂好，你就艰苦死啊！何况讲脚手拢是布婆啊，毒素拉三十七就对了。所以讲，伊个人神仙。肝脏机能的排毒的力量歹，它有可能变成安尼了着。所以用起偌紧，你是一个真费气、真复杂的这个物件，伊唔是无咧有医生看呢，病院啊、虾啦、啥物种种咧做啦，会好袂长紧啦，会好袂长紧就对了。所以做翁的哦，逐天咧甲载有皮肤科看，结果看因某一个好了。因翁家己去偷食士多山，家己去，因某讲我看一罐出来，食无几年，开一日减去啊。结果伊也偷过来，就讲因翁伫咧偷食了，对啦。迄咪偷食啦，迄是阿咧讲笑啦，吼。后来因翁嘛咧食，安尼就对啦。这就是咱信阳公司士多山，乡亲士多好啊，使用有够好的产品就对。唔管你有病无病，这皮肤呢，这皮肤可是无在调研物件啦，吼。所以咱若是有啉无了解，你拍电话来。做详细询问，吼，有病无病拢可以，安全使用无问题，吼。0800-0500-668，0800-0500-668。喂，是非常的感谢0800-0500-668，吼，这支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那咱即摆一处呢，各位生产公司产品十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款以外，咱还佫提供济济的精品。要来和平做挑选，要十款的朋友呢，你会当拣十四寸，像咱台湾这座的电风，你要甲拣蒙特焦吼啊，这热天会保摊啊一领，这种会用起。拣圣山公司另外有30粒，剩个保顺健、惠安素、喜乐清、金立明30粒，这种会当哦。咱一道拣一项为原则，啊是讲你要拣金钻不沾草果一支32公分宽吼，这种会当咱一道拣一项为原则。啊！另外一处呢，个别圣山公司产品十罐的朋友，五罐的朋友，你也当来个金山一六保温杯一支，金白沙湾起个一条，金盘王盘蛇半打，金无环子的洗头毛巾一罐，无环子的洗衫巾一包，这种会用钱吼。咱买五罐的朋友，独家送一罐以外，佮有提供遮的精品要互你做挑选，咱金一项为原则，0800-0500-668吼。这支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啊，专线电话吼。来，接落来要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喷火器乐团》。喷火器乐团啊，这个所来演唱这首歌《台湾的路》。沾着目屎和汗水，虽然头前的路遐尼黑暗，遐尼长，也知有你陪我勇敢走落去。一片温柔的土地，有可爱的人民，用生命，用青春，抱着美丽的歌词。不管大雨的南，不怕土脚的重，为着未来做伙打拼。台湾啊，台湾啊，你是我的母亲，我的命。不管别人安怎折磨你甲我，咱总是爱甲目屎一颗打。台湾啊，台湾啊，
光明的未来已经在等咱，只要坚定信心大步向前行，咱这仔仔一定代代传。用青春抱着美丽的歌词，不管大孤的人，不怕土脚的动，为着未来做伙打拼。台湾啊，台湾啊，你是我的母亲，我的命，不管别人安怎折磨你甲我，咱总是爱甲目屎一股干。台湾啊，台湾啊，光明的未来已经在等咱。要坚定信心大步向前行，咱这仔仔一定代代传，咱这仔仔一定代代传。好嘞，感谢阿兰哥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下暗的7点，阿兰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阿兰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来，感谢啊！咱个继续来个进行节目看新闻。来接落来，咱们来个报一篇吼，这个中国国民党吼，咱会当讲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啦吼。啊，这个生鸡卵的无，放鸡屎一堆啦。国民党内面讲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叫做国民党智库。啊，这个国民党智库当署长是谁？我唔知啊。啊，伊个副董事长叫做连胜文啊。今仔日吼，正半工专门开了一场记者会啦，来批评民进党政府讲无才调人解决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无风险的问题啦。啊，连胜文搁在呛声咧讲，今仔日呐，阮国民党执政就对啊啦，这个疫苗的问题早就解决啦啦。哦，结果台湾基进党听到实在讲吼，有够袂爽的袂爽，大啊跳出来甲连胜文呛声啦，甲连胜文呛讲，你今仔日有才调好好健健康康伫遐咧讲干话，就是恁国民党无执政啦。恁国民党若执政了，对啦，你今仔日连胜文无才调，人健健康康搁伫遐咧讲干话啦。如果若是中国党执政的话，今仔日恁就直接。对中国进口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疫苗，你卖啊安尼啦？
国民党地库今仔去透早呢开了一场记者会啦。这场的记者会就是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疫苗发展的瓶颈甲解决之道啦。另外，还有这个花棚技术吼，连环崩，包括旅游泡泡的座谈会。啊，这个国民党地口的副董事长，这个叫做连信文，就开始批啊，批讲民进党政府啦，执政无能啦，无在着人解决疫苗的问题啦。伊还佫呛声咧讲讲，今仔日拿阮国民党执政吼，疫苗早就解决啦啦。连信文还佫吼两道强调讲，好，我即马实在足想要出国的就对啊啦。如果台湾即马呐有足好的疫苗，咱互我住，我一定随去住的就对啊啦。啊，然后吼，就要出国去海外去佚佗安尼啦。对着遮台湾基进党新闻部的主任张博洋的口舌的酸落啊啦，讲你连啊新闻，你今仔日有在条健健康康底下咧讲干话，就是因为恁国民党无执政啦。连新闻，你很顽皮呢。全台湾第一个吼，鼓吹政府讲要注中国疫苗的公众人物，就是你啦。这个张博洋搁在口舌连新闻讲讲吼，你有看到大批中国人注中国疫苗了后去海外移民啊？伊建议国民党的吼，先吼，恁做一个智力测验呐，啊，然后才成立一个吼国民党智库啦，啊，唔通吼智力测验无做吼，就要共成立智库就对啊啦，啊，若无智库的副董事长的发言的话就对啊，听起来未输像诈骗集团副董事长咧讲话。即、这个头下听几篇落来，民进党拢无甲回应嘛？安尼民进党是对，伊搭狗仔心态差不多。啊，即种人啊，得过咱回应，即互基进党去甲处理就好啊。再讲讲即个有诶无诶，先讲疫情做甲遮好，啊，搁踮迄个所在未煞，啊，搁要淡仔糟蹋着对吼，迄是因家己要要舞去舞啦。连新闻今仔去即番诶谈话啦吼，只不过互长期间来无执政诶国民党，互人搁再吼。三条话变来个交交错错，对对对，都揣一个多多有你个人啊，啊无参交你都分乱交啊，你敢知影？啊，拄啊好啦，啊，即个讲啊歹听，即种个即个基进党去甲回应就会使，民进党唔免了时间去舞即个多舞了到底煞降低咱家己第一大党个即种叫做身份对唔对？互伊家己去讲嘛，尽量去讲好啦。啊，连胜文到底到将时为止，伊个意思其实讲，咱台湾即嘛是有 A 字个嘛，啊嘛开放一般民众，也是你想要出国拢会使去住嘛。伊要去海外伊啦，雇主要去海外伊啦。啊，伊讲这话，无去住啊。伊讲这话，意思就代表啥？伊认为 A 字也无好啦，对啊，无去住。伊就认为 A 字也无，啊，所以无去住。A 字这种你都唔敢住啦，我讲啊歹听，中国个你敢住呢？要讲个鬼听哦，所以这就好，安尼到这就会使，报白片个吼，还辛苦嘞。这边啊，简单报一个得了，这个好笑个新闻，大家听着。长尾个念比较，长尾个骂了半段啦，无彩我个嘴烂啦，就讲个皮，可怜啦。啊，即嘛实在吼，国民党内底真正也无人记得咱干咩。真个真个属实，即股掉即股掉。这以前啊，佫有一挂人讲安尼骂咧到底，讲一百六六起，讲骂骂停，骂咧真爽快安尼。啊，即。嘛算吼，好，较早骂落到底会袂停，想要一直骂落，原因是安那，因为咱无执政，啊，佫无就是咱执政了，咱立法伊无过半，啊，所以即咱一直骂，因为咱若无多真正无伊的话，咱就只好骂嘛，就像人掠人无多只好讲报应嘛。啊，即嘛咱已经完全执政，立法伊佫过半，佫他妈咧骂迄都看咱家己的政府袂起啊。对唔对？你即嘛佫咧骂国民党是看咱家己的民进党政府袂起呢，就是甲民进党讲啊，你无啥小路用，唔知我等下佫当咩？啊，有当时啊，做政治的节目，就是安尼，即个世界上目前为止咱看的对。不是啦，我是咧讲嘛。嘛，拄啊，剩中国和国民党谈。对啦，对。啊，我意思是讲，唔免骂佮遐认真啦。今仔日南是骂中国国民党，就是骂中国共匪啊。那一个节目拄啊，敢若剩骂国民党，还是骂剩只功能尔的时阵哦，就表示讲这个节目伊的本身看民进党做袂起，所以我还需要出来骂啊，对唔对？啊，我若今仔日认为民进党就会当处理的物件，我免免创啥？可能大家都咧骂国民党啊。啊，我就是讲伊遐看袂起是民进党。讲啊，我就是咧讲安尼，我讲讲袂足坦白，啊，我哪足直？恁就是看袂起民进党执政，所以唔知系要来骂，对唔对？今仔日做了还好，欸阿星啊，找啦，足够考考试了，我那得个骂啊！我做伊叫拢考到十八分、一百分啊，要搁骂啥？就免骂啊嘛！一定是考了歹，我是大人才需要骂我嘛！啊，人民就是政党的头家嘛！啊，人民底下咧骂国民党的时候，就是等于另外一方面，就是咧甲民进党讲讲，你较差不多的啦，做较好的啦。咱讲一个吼，比较比较平凡的啦吼。
卖讲吼一面倒啦吼、嗯，其实民进党即种来到即马就对啊啦。做好的唔嘛是一堆啦，当然啦、啊，唔是讲完全拢无做好，当然吼、哦，人民币上要求的速度伤紧啦吼、哦嗯。譬如讲吼、哦，无外久进程啊，唔是讲无外久进程啦，咱伫短期间就讲要求民进党爱安那做啦吼、哦嗯。啊，当然有可能民进党伊感觉讲，嗯，我着先做这项，其他迄项慢慢啊做，啊，剩的吼、哦，较来安怎样我做计划。這個咱讲实在，民进党执政第二道啦，咱唔讲第一道阿扁迄道吼，即道第二道。迄、那个蔡英文对迄个啥，对迄个国民党，唔是国民党啦，迄、那个政府的月退风啦，十八趴迄个作落吼。哦，对。咱讲实在，即做甲好，大家看足爽。啊，咱迄阵嘛甲俄罗斯，对不对？嘛是照常该俄罗斯。啊，包括蔡英文就对啦，无承认九二共识，伊讲靠要你九二共识，是咧讲啥物弯哥啊？这咱嘛看作爽啦，这是无啥物好学的，这本来国民党，国民党承认的，他讲不啦，他但是国民党都要承认你的，国民党是伊的代志，国民党因创造出来物件，伊哪会使无承认？但是较严重的，就是讲这个九二，不是九二共识啦，这个十烂吼，一克化吼，这处理了无够完满啦，系啦，这个蛮个来讲就这个灵魂啦，这个震动哦，你不但无处理，佮干嘛学了？这个震动台湾，这个震动，尤其台湾这种现象哦，这种国民党的这种。这种阿爸这心魔，这种党哦，伫在台湾咧生存的时阵哦，实在讲哦，台湾人民已经非常艰苦了。啊，别担心啦。民众的政府即卖咧做了对啦，好诶，十项了对啦，歹诶一项咱就讲一项歹。啊，当然就讲啊。啊，好诶十项，伊就袂去讲哦，民众啥物好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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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该做，你听无？因为民众敢要执政，伊就应该做好。嗯。即毋免啥物懊恼了对啦。这正常。但是我种要讲的意思就是讲。咱人民有阵时咧批咧批家己民主党的政党就对啦吼，你也想看嘛，十项好一项歹，咱直接直直接接接接接一项歹就对啦，别说全部拢歹，迄唔对哦。嗯，当然啦，迄唔对哦。唔能想讲咧，是是，唔能想讲咧叠一项尔，就等于这个人较好，对啦，全部。这重点是伫遮啦，啊，这项会用叠的原因，从姚玲头咧讲的，讲民众的要求有较紧，但是民众啥会去要求遐物件？唔是伫恁家还袂上台之前，恁家己讲的吗？恁家己大声话讲上济嘛？对啊，不是安尼咧，咧做真困难。对对对对，啊恁政治啊，家己大声话讲上济，后壁才来讲讲，啊你民众要求上济。啥样子安尼啦？对不对？啊，先安那底下咧讲讲，我若做总统，一个要分60000。结果我真正做总统，一个人无分60000，我方面应该啊，因为是你家己头前臭屁出来啊，哦对不对？哦，啊要建立东方水师国，中华民国未用尽，维持现状，就是咧等死，这不是恁政治人啊讲的话吗？啊，即马方提出来一点比较好。实际上，民众就真实是一直过啊，袂歹啦，用心讲啊，咱用心讲啊，啊真侪有当时咱的期待做袂到的吼，迄其他因素伫的就对啦，迄大家拢了解啦吼。应该是讲真侪因开的票做袂到，唔是咱的期待来自因开的票嘛，好，真讲。是是是感谢咱影视台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吼。广告的时间，当然要介绍咱的产品。咱的产品无咱用影视台跟大家讲吼，大节目唔免做了对。所以无论咱的产品到底爱人介绍，咱听众朋友听会落去。对咱的产品来给咱告别，等于吃你的身体上的平安，可以顺舒，这个毛病该处理会好，安尼你也好，阿咱也好，安尼就对。啊，这产品若是给咱买回去吃无效就对啦吼，我讲事实就对啦吼，连伊都动起来，袂做啊照死啊。所以咱信任公司产品，你做你放心个吃。第一点，保证无杂质，内底物件到底 OK。第二点，保证你的身体上就对啦吼，无副作用。安尼就对，食落，互你身体上会保持着迄个健康，甚至呢，咱有过些个毛病，伫身上伫遐处理袂完全的时阵，也帮忙你做身体上的去处理就对。所以一段时间过，咱慢慢身体上感觉哎呦，就轻松起来。你无形中你会感觉，你袂去想着你听，你咧食的中间就听，一段时间过了，你感觉哎呦，人咧讲我你最近面色较好啊。最近咧，安怎啦？拢较顺舒哦。啊，无听你咧，哎呀，无听你咧，啊，有出来运动啊，哦，哟，对，哎，我食石头山，足侪拢安尼。咱足侪过去跟建设建成的人，伊方式多，拢是讲伊家己嘛袂记起咧。伊在安戆戆食，戆戆食就对啦。三顿安尼直直食，直直食。啊，食到有一天到的时阵来讲，出去我朋友讲，嘿，某咪人啊，你最近是安那？嘿，食着什么碗糕的物件，身体好个呢？
伊家己话唔知啊。所以洪师大许多站就是爱这个物件，那有需要，伊就咧拍电话过来。咱信任公司以许多山为主吼，咱当然有配合的物件吼，啊，像软骨素啦吼，软骨素这骨头吼，啊，金立明的第二代，这就要过咱目睭。叶黄素到底要加加天了，不加天叶黄素啊，目睭直直退化去，尤其这手机啊，你看足严重的着，嘿，免去讲报纸报啊，为病去啊啦吼，哎，啊，所以咱个去了做啥？去了通。希罗通吼，即做滴排便袂顺畅诶，即大量诶保养了吼，安尼对吼，包括五宝希罗清，啊，即就即血液吼，啊，搞包括咱保顺健，男士朋友需要食诶物件，查甫人家己听我卖咧哈，若出问题你家己知影，就买去转去食吼。血红素保着咱即个病系不足诶所在，就是血红。所以即个血红素吼，从许多间来做比如，你若是有头晕目眩。有感觉讲心肝骨啦，即个所在心肝只窒，不一定是心脏病哦，不一定是心脏病，有可能欠血有那安尼哦，啊，脚尾冷起起，真侪欠血症状就对啦。只要你有听到，食咱的血红素吼，有够好用。咱讲熟悉就对，有够好用就对吼。所以这个血红素，佮免乎你食侪，早暗甚至下昼，佮食两粒，一日食有6粒，安就可以啊，对。免佮食到足侪啦。啊，免食迄食物啦，是食迄落讲啥物要补血啦，迄个废气啊，即上简单、上单纯了对吼。血红素这边，互你做参考了对吼。啊，咱现在古时老师要你出去拍电话过来，赶做详细询问哦。0800-0500-668，0800-0500-668。好嘞，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哈，电话一在时啊8点到下暗的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啦哈。好啦，这个台湾的疫情呢，即卖因为这个胡林基书啊，这边才开始发生到这个传染了后吼，即卖疫情有小夸爱较注意淡薄啊吼，大家这个做警觉性爱搁压起来一个吼，啊，若无台湾咧控制了上好，大家怎啊生气呢？啊，这有淡薄啊警觉性是好啦，吼，有淡薄啊警觉性吼。我即个吼，开玩笑吼。啊。有一摆过吼，一摆一摆吼，安全就对啦吼。布利桃园医院嘛，啊，起码这届吼，这届吼，真正有那爱注意。这届都，我感觉，系啦，都大概拢爱注意啦。主要，因为吼，看这个视频吼，今仔有两个本土的嘛。对，这有传出来。啊，后着学校的啦，这是有传出来。这个学校的部分后停止上课的吼，啊，迄个叫做饭店的部分后将人全部清空出来吼，爱停两礼拜，袂当营业，袂啥种种，所以阮啊拢注意啦吼，啊，咱都顾好势。这顾这个主要是要国民党卖遐差，因为咱啊疫情出问题的时阵哦。即国民党伊要跟你理性讨论，你知影无？伊一声就要跟你政府输赢，就要跟你骂我袂错，袂错头家啊！系对，我知影。就你啦，就安尼啊！哎，你本来生做就迄类型，吼啊！所以咱就尽量顾好势啦，吼，尽量啦哈。好啦，来感谢吼，啊，咱时间的关系，准备哦，联播各电台做工商插播啦，吼。上重要的一项代志就是啥？你敢知？国民党无值得咱浪费嘴嘛去干骂，简单讲就是安尼吼。啊，我知啊，偏偏大家要干骂，但是我即马愈听愈久了，后听愈会结果讲，恁敢那像认为民进党做无够安尼，唔只需要恁出来骂安尼就对。干啦，做了有够好，得个咱家老太爷出来骂人哦，对不对啊？啊，来感谢。人新闻咧，没骂哦。无啥物好骂啊！啊，这本来主较在就是先做这类型的啊，伊出来讲啥，大家嘛骂。凡是人新闻突然间一讲讲，陈时中做了真好，咱干啦无听到就讲个咧骂啊。所以无啥物理性可言啊。刚相差不来。哦，好。
来，感谢在咱宁波各电台刚相插播了后，咱阁转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8-66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送货服务、产品甲整产品，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内，这拢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圣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听众朋友啊，这电话钱拢由咱公司这边再来做负责，免客气，电话甲沟通。推荐介绍咱所有优良的产品，咱拢欢迎搭配做购买。也即个整产品的部分吼，啊，公司甲咱准备真侪种，互咱来做询问、做挑选，咱选一项为原则。0800-058-668，节目有点小弟阿星、小弟姚仁、小弟张连军，伫咱线上来甲咱做诚恳的服务介绍，来感谢啊！咱活动甲咱简单做一个报告来。来，好听歌，来，咱来听歌，听一首好听歌曲，随个等来来。来邀请听众朋友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新增单小姐》来点不中天君演唱的歌曲《悲哀的伴侣》。好，来共同欣赏，感谢。心爱的，放我做你去，全部带念男性的对你的情意，牺牲了生命，放下了一切，无怨恨，无代价，这款的亲情，为怎样无希望，难忘的不如死。一个寂寞的期待，每日也是思念你难忘的形影，看破了一切，不愿再想你，为怎样偏偏是又愿想起你，男性的一世命，难忘的不如死。念的梦中的可爱的伴侣，我是躲着生命来对你表情意，希望你了解，
男生的纯情。虽然你假情意，我也思念你。最好是回转来难忘的不如是。好嘞，感谢啊！咱哥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来，感谢继续过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来，咱接续入去要来甲报一篇即个日本的社会新闻吼。即今仔日吼，如果若有看电视的朋友，都有注意到即件社会新闻。日本一名即个真有钱的好家人，即个叫做吼雅吉啊行佐啦。雅吉行佐听你讲讲安尼风流一生啦、本身住日本河瓜山关吼，雅吉行佐一生啦、伊有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吼，这可能因日本人较听有知影意思啦，咱台湾人听无啦，这个外号叫做四千人斩啦，四千人斩吼，四千人的吼。四千人斩啊，你啦，斩首斩头的斩啦吼，啊，这什么意思？咱唔知啊吼。哦，这就是迄落伊用过拢总砍四千个，有拍过片啊，你啦，你就足厉害啊，对。这个几人斩，几人斩，这是 A V 迄种的，做啥？你又用词？哎，日本 A 片的用词的，对啦，哎呀，哎，我听讲，真正吼，这里那厉害的，对啦。听讲的，听讲。而且吼，伊讲伊伫2018年呢，同我嫁日本一名吼。这个 AV 女优吼，听你讲讲足水，阁足少年了，对啊。这个叫做苏婷扎鬼来结婚啊，没想到讲短短的三个月的新婚期间，煞同我离奇来死亡啊！结果一个死亡了后，体内面吼去用验到出吼大量的兴奋剂啦，检方就开始咧怀疑啊，讲因这个幼气的某吼。这吼 A V 女优了对啊吼，是不是吼？要来谋杀亲夫安尼啦，要来得到伊的遗产是不是啦？结果一调查，时间嘛过了3年啊嘞。警方同啊伫本个月伫昨昏4月28日呢，同啊用着杀人罪，包括吼非法持有毒品呢，将这名 A V 女优吼苏婷扎鬼甲抓起来。啊！互人怀疑这个苏婷扎鬼吼，抬因这个翁就对啊啦，的动机恐惊就是少想要来继承因这个老翁啦、这个叫做吼雅吉行佐的遗产啦。综合媒体日本的媒体报道咧，讲讲2018年日本的大好家人雅吉行佐，迄当时77岁，甲吼减伊55岁的苏婷扎鬼结婚啦。迄当时，诶，这个雅吉虽然已经中风过啊，但是迄个身体还阁真勇呢。唔过，煞伫两人结婚3个月后，雅吉行佐煞突然间无缘无故，突然来死亡啦。警方伫这个雅吉的体内验出吼大量的兴奋剂啦，也唔过奇怪就是安那呢。这个体内面有兴奋剂，是安怎样？我雅吉规身躯的皮肤的表面表皮。找袂到注射的痕迹，就对啊啦。就怀疑是毋是讲用食的，或食对这个体内入面安尼啦，吼，或食对这个体内入面安尼。随后警方嘛开始吼啊进行调查这个案件，结果发现到这个 AV 女优吼苏婷扎鬼伫含因翁结婚了后，
就用着伊个智慧型个手机啊，吼，上网络去找讲对答有通去买即个兴奋剂个消息无安尼啦。啊，并且吼透过吼即个手机啊个网站，甲吼电边市个一名卖毒个人做联络啦，怀疑苏丁打砸鬼刁故意吼要谋杀因翁啦，为着可能吼就是要继承吼即个亚吉个财产。啊，让人想得真正毛骨悚然呐！而且警方嘛，伫三年了后呢，将苏丁抓鬼甲抓起来，甲归案，就开始做进一步的调查。唔过，根据了解，这名这个好家人吼，啊，这个亚吉吼，啊，这个亚吉就对啊啦吼，行踪其实早伫伊阿未嫁这个 A 美女要结婚进前呢。在那当时的2013年，伊就把伊的遗书拢已经写到一清二楚，交代甲足清楚了，对啊。在因这个河歌山关吼，一家属法庭了，对啊吼，已经吼在法院内面做了公证。做啥物公证呢？做就是讲吼，将伊所有的财产，伊若过往去了后，伊所有的财产吼，有价值吼3亿4千万的台币哦。3亿4千万的台票吼，全部拢甲捐出去，互别人安尼啦。全部拢甲捐出去，安尼就对啦吼。捐互谁呢？捐互滇边市政府安尼啦。啊，结果吼，这个 A 美女哦，空空唔知啊，当作伊还佫足有钱。啊，其实吼，伊哪袂死钱，还佫伊咧输赢嘛。当然啦，当然。嘛是还佫互亚吉咧输赢啦。啊，唔知影讲吼，伊甲用哦死，伊多一家己拢袂当开啊。无。伊死了后，伊钱就爱全部捐出去啊。伊会当争取一半。无啦，伊含咱台湾的法律无同啊，无同，哎啦，伊只也无写，伊讲伊死了，伊全部都拢会当捐出去呢。伊嘛无讲，伊嘛无讲吼，伊嘛无讲讲死了后，伊诶迄个啥一半财产会当分。咱提的啦，哎啦，无啦，这件代志安尼简单讲。但是伊只是写呢，写讲吼，伊写讲因翁啦死了后吼，即个 AV 女优就对啦，伊所争取的财产，诶，即个。为离婚的权利买对消失掉，一家人都拢提不着。这是伊爱犯判决有罪。我对啦，判决有罪。伊若判决有罪了，伊就提不着啊。伊若啊，若判决无罪，赶快来判决无罪，伊是伊的家后，虽然伊的翁婿日本是安尼吼，虽然翁婿在生之前有写遗书，讲阮某一生我都唔好伊，啊是阮兜的人一生我都唔好伊，我要把这钱拢捐出去。但是伊若死了，伊这个某。会当争取要爱一半，要争取保留一半。啊，咱台湾无，咱台湾艺术啦，安那写就安那写吼。啊，写日本干哎。啊，日本因都有特别因的法令，就是安尼啊。安尼就是啊，有一半人退。不不不，啊，伊艺术至少甲托一半起来啊。伊若无写，全部拢伊的啊。吼。啊，这个但是即卖即个就做啥呢？这个苏婷就是这个 AV 女优这个啦。伊即卖有卡到这个犯罪嫌疑嘛？谋杀亲。如果那是伊的罪行是确定的话，一工就提袂掉，伊就一工就提袂掉啊！伊就拢无法度通去争取啦。提袂掉，佮判罪咧。啊对，啊但是即卖有一个争议，就是讲这个所谓的好家人，日本这个好家其实3亿外啦，啊无讲介好家，3亿外算啥？你问那些问看3亿外算啥？无啦，3亿4千万伫咱台湾算足好家，好家好家好家，当然是好家啦。咱若有法度后壁迄3千万就好啊，3千万就做好家，卖讲头前的3亿啦吼。这个人是卖酒起家啦，这个人是做酒商起家的，对对对对，这个查甫是做起来。是啊，啊伊到70几岁拢无事实哦。有有老囡啦，啊伊家己本身个有兄弟啊，这个原本伊那是无清楚。即马都无讲第一事实啊。对啦，个不，即马一个主要是咧讲伊嫁迄个 AV 女优，啊这个 AV 女优是毋是被冤枉的？即马有两种声音，第一。这个亚吉本身就拢靠兴奋剂咧做，咧行。哦，安尼有可能哦。本身伊家己就是靠兴奋剂。75、75岁，一个减伊50几岁，减伊50几岁，又去的，对对对。啊，咱你无食兴奋剂里边啦。咱咧讲的兴奋剂是一个通称了，对啦。简单讲就是讲，伊有食壮阳的物件，咧帮助伊行吧。啊，伊本身个中风过一届啊，啊，伊迄边的中风，听伊讲就是甲食这个叫做壮阳的有问有关系啦，有可能。系啦，啊，所以即卖问题就是讲，拄只药了报掉嘛，医生固定找无其他的针筒，所以应该是用口服的，用起来对。啊，用口服的这个物件，这个亚吉本身伊都食这种的习惯，有这记录，有这记录伫咧，所以
到底是这个 AV 女但是问题是在 AV 女优的手机里面有看到上网路去找买买毒品啦、啊，但是这种物件啦，这种的物件就袂当做叫直接证据。这伊会当编嘛？编讲我人交代我去找，我去买。对对对对，啊，我有需要啊，对不对？啊，我哪知伊食一个挑伊？安尼好啦，判无罪啦，判无罪啦。足侪人顶世人爱做瓦好，即世人开当像马好人，安尼怎死伫咧查囡仔的房间内呢？迄个顶世人做足好，你敢知福报呢？你看有的人爱伫病院拖偌久，你敢知影？佮插管啊，啥有诶无诶？马赫林是去爽到一个讲，我爽死安尼。迄人爱顶死人，爱做偌好，你知影无？啊，我讲安尼对啊，啊无敢唔对呢啦。迄顶死人是做足好，靠这种死法。阿先啊，唔知咱像安尼死未？我有咱佮唔知影诶，对唔对？好、哦，是唔是？所以马赫林，迄叫做大福报啦，你知影？人会当无辛苦病痛，化气就去，迄拢叫做福报。你要去闻下感觉呢？嗯，别，听伊讲，遐要去加仑顺甲好作煞个。人一定就是讲无艰无苦，啊，怎安尼去？迄上介好安尼尔，吼，对不对？啊，这个人伊本身伊个七啊之济就对。听伊讲讲，伊个过身的之前的迄礼拜，拄啊打招三个咧三批啦。哦，优秀啊！吓啦，这是因这个某讲的就对啦。讲阮顶礼拜才打三个咧三批尔，啊，伊当然需要靠一寡迄个做，迄个药啊，斗三工啊，对啊，伊真行啦。啊，人实在是食到七十外啦，钱也赚啊济。四千人斩，那当然是伊家己讲的了。对，意思讲伊要甲四千个查某囡仔发生关系啦。啊，遐来记会起来是。人啊，含查某囡仔啊，超过十岁过都记袂起来啊。手机婆啊，手机婆啊，嘿啦，人有二十七本，二十七本，伊介阁有两千七百本啊，你知影无？啊，着爱记咯，讲这个查囡仔的身体状况安怎样啊？啊，伊的特征啥？哎，有人有这种癖好呢？你敢知影？真正有人有咧记这个呢？啊，所以这宰人的嘛，啊，所以这人一生中安尼过得啦。啊，即马就是伊死了后。伊个死那是伊无立遗嘱的话就对吼，因个某会当有留下。我讲如果啦，如果伊啦无立遗嘱啦，如果啦无遗嘱，伊个钱我那不是全部拢伊个哦。日本的法律甲咱足奇怪哦，伊个钱是一半因某的，不三四分之三因某的，啊了伊个亲属四分之一。好，咱是一半啦。啊，咱无啦，咱全部。一半某啦，啊一半后生查囝啦。系啦，咱后生查囝，一般来讲，咱拢讲着全部拢某体安尼，对，咱是用爱讲。日本因是安那，伊是讲，这个某摕三四分之三，啊，伊的迄个啥亲情摕四分之一，哦，就伊亲情的部分四分之一。啊，今仔日呐，总讲买啊，这个 AV 女优比正式，这个物件是你提供给伊的，给伊食死的。啊是安那，因为啊是你有那是提供好正式的，像你拄啊讲的啊，伊早都有咧食这啊。优异，优异，强调爱一个优异，就是讲你优异是条规要互伊爽死的。啊那安尼你都有做，啊有做话一升五厘就提袂到安尼啦。做十啦，这无一定咧，为七十块，这种物件人是爱讲。新闻过多，对，过多，新闻未堪是啦，到尾规身躯拢死掉，剩迄个底下话咧。无意思，要互死，可能因为他死，因为伊食迄个死啊。对，啊，但是因为新闻过头嘛，但是伊那我都证明出，譬如讲法医检验的结果讲，伊这唔是短期间的残留，是长期落来，长期落来残留，安尼伊就无事啊啦。对啊。哦，伊就无事，表示讲伊长期拢咧服用这个物件嘛。因阿咩来去测验讲，伊是长期还是短期？头毛啦，不过头毛嘛，六个月来尔咧。啊，你六个月内底拢总有这个成分的话，就表示啥？你长期咧食。这人哪有食这？迄两工就要挨一两工。哎呀，你看讲几日前才通三批尔。咱这个毛发硬度吼，偌可怕，你敢知影？你三工前食头毛，多伫头前食呢？三工前。就验出讲你三公斤，哇，遐厉害啊！哦，所以咱台湾真正咧验这个，所以咱台湾所有法官拢来验看卖啊。啊，无是安那，看王炳忠这种也破无罪啊，那是食个要趴大去啊，破呀，你也是安那，对不对？那拢验看卖，我是感觉讲这个采样吼，这个咱所谓酒测，你怎样笨的都会使嘛。但是头毛这个物件，伊上袂讲白差。对哦。咱的头毛上，所以你有看足侪乌道拢剃光头，你看吼。还加无关系啦，因为你头毛无包伊嘛，佫有啊，吼、嗯，会甲你采了，对，伊会甲你采毛发检验，啊，毛发检验是目前要查证迄个禁药，也是要查证迄种迄个药啊啥种上准，就是毛发检验啊。
好啦，这件伫 A V 的界顶边顶站啊，有哪好？我伫迄个 A V 网站，唔是，阮朋友伫 A V 网站嘿，大家讨论甲对变去，安尼就对啊。这件啊，吼，迄种我穿的，唔甲对变去，非伫到 A V 界的扛过路岸也是有诶。日本人对 A V 吼，无像咱台湾人安尼，咱台湾足歧视的。无啦，恁观念无同。观念无同，咱对 A V 女性是足歧视，啊，日本人袂啦。因无迄个儒教的思想啦。嘛，唔是讲儒教的思想的。嘛，因早前日本迄个维新的时阵，就从迄个中国迄个古所谓的迄个教育、古教育的方式拢改变掉去。因为是五类无体。系啦，五类无体，人咧讲叫五类无体。咱台湾唔是啦，我想讲伊五类无体呢，我讲一个例子。阮去拍高尔夫球啊，迄台南做一南科有日本人，拢无咧转去啊。即阵啊，日本人严重拢无咧转去，逐礼拜吼，都拢足济组的日本人来咧拍。啊，咧拍即马拍了啊，十八钟拍了，唔得爱洗身躯对唔对？啊，咱台湾人一般咱台湾人啦，暗咧，多数拢总会穿来衫来看，走入去浴巾内底。因咧唔是，伊伫个大厅内底。但是你落去浸的时阵，袂使穿内衫内裤啊。无啦，无浸啦，迄拢徛咧洗，徛咧洗。哦，底下咧上浸水啦。哦，我唔是上浸水。因为迄吼，迄内底内底有一斤一斤，我知我知，一斤一斤嘛，几斤啦？几斤几斤一斤嘛？要洗啦嘛。啊，伫迄个大内底吼，大家要入去洗，就干就对啦。是。普通一般拢伫内底换嘛，啊，洗了把只换衫嘛，哦，啊，你皮包拢摕入去嘛，啊，摕入去就干就对啦。日本人吼，特别吼，伫个公众遐遮侪人啊，拢当然拢查甫个，还无查某个啦吼，哦安尼啦，啊就规个汤啊白白白，啊行入去洗，洗了佫出来佫规个白白白，啊伫遐换，啊但是迄时即个场较要紧啊，伊也毋是伫保险公司遐汤啊白白白伫遐行。我知，我怎么讲伊咧有咧无体就是安尼，因为安那，咱台湾人，咱台湾人多数拢总来上来看，应该。摕入去内底，摕入去脱起来，穿穿个了，佮穿新个出来，安尼就对啦。伊咧唔是伫内底，就规个爱行来行去啦，啊，这白白白啦。这咱是比较咱较避暑啦，咱较避暑啦，应该是安尼啦。所以不能伊个就是安尼。啊，若无咱若脱到白白白，换因就爱暗起来。台湾人个平均个岁数拢长过因个，你敢知影？我都唔敢看。日本人是日本，伊查波身白白，家己咧看，感觉足歹看。日本人敢那伫世界平均长度，日本人上底。安尼哦，想影无？都买啊买啊名了，对。你那拍摄来看下啦，你后边那个海出来，好惊！伊咧足自然的，对啦。刚刚秘书讲，东边无人安尼，安尼讲，啊，咱台湾人较避暑嘛。两公啊，坐我来，我较来啊，行两年啦，对不对？啊，换一个新帽子，搁甲拱掉。真正嘞，你来看唐日本那咧拍球哦，你俘虏啦，哦，这辛苦吼。你就知讲日本人，你这真正哦。其实这个武力无体吼，对日本人的形容无适当啦。因为日本人，人伊虽然是会烫白白，比较较开放，但是人伊是看场合，伊袂伫无应该烫的所在烫，你听好无？迄是，伊是要洗身躯。啊，中国人是无力，佮无体啊，对唔对？你看伊的变数够。讲得好好，你佮讲伊上国际啊，着佮气氛着佮歹啊。啊，我讲着这就变俄罗斯习近平啊，习近平到这时咧，无用一个甚物代志，你知唔知？全国认真起变数。起变数啥？啊，因为全国足侪所在无变数啊！哦，啊，即摆认真起变数。啊，即摆全国认真起变数。哦，啊，刷落去，因的迄个乡镇内面，啊，佫有一个职务叫做啥？你感觉？叫所长。咱较早咧，阮算笑的，真正叫所长。伊就是负责汇报讲，阮这个庄仔内即摆起几间变数。啥物啊？无。啊，起变数偌好笑呢？变数起好了，无牵水讲。啊，我袂是变有水。啊，无水啊！啊，无水，所以遐个人也是习惯性去边啊，凊彩放放的。啊！已经变数起好了，因欢喜到要死，创啥？你敢知？会做仓库啦，变数嘛是阁无得用的。啊，这就是死中国啊！呢，习近平讲脱贫啊，脱你去死嘞！脱贫，参这个这白贼的话，你也讲会出来，对不对？听讲习近平讲脱贫，破啊声阁上大声的呢。我讲是脱口罩大咯。大家拢哈巴狗啊！对，拍破啊，拢哈巴狗哩嘞，就规个拢干来要破尔，对不对？听到啥的啦？破啊声上大声。脱贫是意思是咧，只讲吼，因中国人从此以后就对啦，无迄个散家的家。系啊，对啊。大家平均吼，一个月还是讲一年当中的当有偌济收入，啊，生活拢过了还可以，袂歹，迄叫做脱贫啦吼。
啊，那咱台湾有一句话讲脱裤子跑大陆啦，就是讲吼输甲脱裤已经散甲已经拢无钱啊，脱裤咧走大路啦，啊，到底是脱裤子跑大陆，还是迄个啥，还是脱贫，咱嘛唔知影。啊，你着像我强伟啊，咧讲话，啥物人要相信？都剩中国人会相信尔，对唔对吼？啊，中国敢认真？啊，连新闻，连新闻，你阵啊，唔是靠咧底下咧背甲大细声，惊惊叫。讲咱台湾的政府是安怎样，无要进口中国的这个乌龙虾入来煮。啊，即马他底下讲咱台湾的乌龙虾处理到无好势，讲伊作销想要煮迄个搁较高级、搁较好的。那煮煮了后的时阵，伊要去海外伊佚佗，伊讲伊作久无出国啊，伊作销的啦。好嘅，囡仔就是啊。作想要去吼海外伊佚佗啦。啊，这个富豪人家嘛。无啦，你照你讲的时阵，伊应该爱讲我作想要回来，阮祖国中国佚佗啊，对唔对？有啦，有啦，有啦，吼，别紧啦。人性问题上啊，人前后生哦，人前后生哦，我这个人我看，我敢那记人前哦，一件代志呢，嗯，一道唔知是咧选举，唔知是咧选总统，还是咧选啥物，我哥我未记清，嗯，忽然间唔知甲讲一句话，好作受气呢，伊同我伫迄个公众的迄个场合呛一句话，我从头到尾都是道道地地纯种的中国人啊！靠呀，我都第一道听人讲西海个糖是纯种的，大家人用何西海个糖，大家嘛惊到要死。拄我第一道听到连前讲西海个糖纯种的，人伊爽的，伊讲安尼吼，对啊，你无意见的。连前，即马拢无咧出名。啊，你会更牛啊！你会牛啊啦！可能我那咧修养啊。我高十步哦。有啦有啦，啊，这种人，这种人的报应就是年会食到老哩咧，啊，钱足济啊。啊，你个想我屁用嘛？最近嘛足久嘛，罕啲咧公开。公开迄个出处率率吧，我被用顶阵啊看到，就已经，伊是有中风一道，就已经无啥事。啊，但是中风了后时，伊就够出来啦。哦。啊，另外一个吴敦义嘛是同款啦，但是吴敦义是年会是啊个病，即个啥病，迄个连症加即个吴佩蓉较少会真济。好啦，遮个人永远伫咧，有哪早晚会死啦。嗯。遮个人早晚会死，啊好人嘛早晚会死。但是遮个人因的财产，互你的感觉就是，佮相信报应的人，头壳有哪会有问题啦？你听无？就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哦，啊无你讲较歹听，你啥物拢无做，你啥物无遐财产呐？诶，也无做生意啊，对对，你也无做啥物歹代志啊，你啥物无遐财产？啊，你拼到要死要活，你啥物遐财产？就是为遐财产较济啦，你敢唔看伊？啊，林献文、林郑因兜的遐财产，讲较歹听，因老爸当时来的时阵接收台湾来的时阵，诶，啥物财产？当变啊济，啊，伊讲啊是走路呢，哦，伊讲啊是接收台湾，啊，啥物咱是走路走去的呢？啊，行走啊，去走路的，哦，人都作乱的啦。作乱。简单讲，若是照迄个财产的讲法，你要甲我讲世间有报应，恁爸就拍死都唔信啦。咱讲应该就是安尼啦。我拿来进功课，两面将佫倒转来啦，好来。非常感谢咱敬爱的洪志士大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吼。即马是广告时间啊，当然广告就要介绍咱信诚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选这产品就对啦吼，啊，咱洪志士大吼，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诚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选就对。因为咱卖许多选的过程中间就对啦，太侪洪志士大吼，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滴。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区的话，一直的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伫咧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咧广告许多山了，来甲咱挂断伊了，有艰辛伫咧甲食过程中间，伫咧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讲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影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新陈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对头到尾
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着。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着，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伊重新会后悔倒转来了，对。互你的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南公司许多餐这笔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无简单吼。只要你家食，家食看卖咧，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吼，哎，这足危险。即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那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吼，即特别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F，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物不了解？你先打电话过来，当然那有软骨素，这骨头金立平的第二代，当然啦、啊，叶黄素，大家把要食迄落、迄落帕索较悬的。咱第二代就是帕索悬啊，所以说也经过两关的这个制作的过程中间就对，靠我多人制作这个上悬的帕索，保护目睭。这个金立平的第二代吼。波目睭一定爱吃的物件吼，所以咱信南公司吼，啊，佮有咱的这个喜乐通了滴吼，咱这个喜乐通吼，这是咧过冬啊，冬啊边吼，到底爱清气上哦，冬啊边那是较放嘞吼，啊，唔知影中间就是会变成虚弱啊，这大家拢会惊吼，所以特别互咱注意了滴吼，这个喜乐通就是咧食这个过节冬啊边，冬啊边拉三十只，因为这是全部拢活菌，乳酸菌，好，我见到迄个拉三十只咯，伊就硬推啊。硬吃，吃吃的中间就对了。咱大便就要放放，我处理就对。所以说，你啊，这无安尼个处理就对啊。迄肠啊，白遐拉三十只就对，你无法当处理。所以你把这全都研究一波啦，安尼就对了吼。啊，所以这是咱保护咱这肠啊清气，较袂生一寡这肠啊毛病就对吼。这是喜乐通吼，我报喜乐清，血液哦，红丝带竟然在装病，这个血液哦，按摩木。在咱这个血管内底，伫咧流通的中间，你果然全身骨啊，每一条伊血管就对了，拢爱烧连，啊，伊顺啊，全部拢爱通，无通就出毛病啊，无通就代志就大条啊，就对。所以咱的五宝血路清是好你食，伫咧慢慢伫咧未通的中间就对，好你感觉讲，哎呦，这个无什么毛病，人三星的中间就对了，你就滴滴。一直滴滴去，滴滴去就对。啊，人的身体上，人的种种的血液内通就对了。你的孙人啊，都用一半滴啊，用一半起来滴吼。这是咱五宝喜乐清就对，食血液的，互你通的物件吼，啊，袂去落去，袂有胆固醇、血油安尼就对吼。保存紧，咱用起多件才装表。你会呢？较有诶，乡亲是多吼，那即个放尿咧出问题吼，安尼你着甲看，拍电话来，甲咱公司叫，啊买转去，啊甲食看嘛咧，互你放尿会较顺畅袂。即若无诶时阵，时间我爱处理哦，即诚费气，即做跌破线了着吼。即特别介绍咱保顺健护理吼，血红素、贫血、乡亲所见诶这种，比如贫血人诚济啦，但是真济拢找毋着医生啦。不是讲找唔到医生啦，找唔到、吃唔到药啊，对啦，当作感冒啊，就等于找唔到医生啊。病迄个人哦，伊头壳个晕、头壳个晕啊，种种个心肝哦，啊，有阵时啊，窒窒，啊，唔是啊，歹困，安尼就对，啊，唔是啊，歹困啊，脚会麻，脚袂灵机机就对，尤其寒人哦，一定爱惊人。所以从这两天，你若当作是感冒咧，伊个中间就对，迄就等于吃唔到药啊，你都无感冒哩。因为那是病的是三星的，血不足三星的了，所以吃那个血红素。日本、韩国一年销售5000万只，台湾的病的人哦，太多假啦，女性朋友介济啦，啊，因为较有诶像许多啊介济啦，拢病的了对啦，哦，所以病的三星的竞争，你若吃西药，
去医生讲看无效，你该当个食咱圣山公仙龙骨素，安尼就对啊。唔是龙骨素啦，叫做火红素就对啦吼，安尼就对啊吼。所以咱火红素专门咧食贫血。一笔一中，一张给你恭喜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中人喜出彩排，悲欢搬出来，甘甜酸苦味拢爱，命运来安排，怎个叫我嘛不知，无人会了解。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接落来，咱们开放一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啦吼。咱补充新闻议题，咱拢非常的欢迎。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2699456。带来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咱麻烦个加空六，感谢您。好嘞，感谢啦哈。啊，咱应该好起哩，一个啊，那是三分钟来无电话，咱就开始报新闻啦哈。好嘞，感谢。山河也感慨，叫苦。好嘞，电话来，你好。哎，听恁咧讲嘛是袂歹啦。讲到。无啦，因为阮。不啦，韩国无连任的啦，韩国本来就无连任的。啊，一人名哦。韩国做一人名。啊，做两年啊。两年，嘿。因为做两年名啊，一人名。韩国人无咧连任的，啊，因都来了，大家都依山发班。议员选了无讲介好啊，因为。人讲伊拜卡去啊啦，嘿啦，叫做拜卡总统。拜卡去啊。有有有有。啊，有时啊吼。刚要搞电话。有电话，有电话，我上。有一挂有心人吼，有些咱阿扁啊，在认真讲是背这十二家啦吼。啊，我是感觉讲有些不管是讲落雨，咱会再讲。哎啦，卖看大堆阿扁啊去啦，对啦。你没意思啦。都无落雨，水灾也是伊，落雨水灾也是白水变。有有有，什么时啊？无落雨时啊？看多啦，看多喏。看多讲阿扁也无甲变换，所以较会无落雨啦。我无需要讲遐啦。你拢会使讲真。无意义啦，迄无意义啦，系啊，怪你乱想。好，是安尼哦。咱上无爱怪你乱想。大家好，是你好。你今日在讲这个叫做？嘿。你才落嚟讲韩国嘅大事，韩国嘅，我做认同。我跟你讲，你包括今日咯，有现在有即种，包括今日自由时报，即个咧刊登，即个咧征求人嘅啦，吼。你个看咯，要写一个啥呢？哎，那啥，转线物流啦，就是讲要请迄个送货人，你知影？啊，佮你转线哦。啊，唔是佮咱安尼哦。包括进前嘅业界吼，已经过用期，伊准备试进前即个。这俩都无良啊！哎，买去验的时阵吼，哎，买票一下是一下转性呢。啊，转性那就卖个买啊！物件，这情形是喏，台湾人民有一点在你做啦。得加低者嘛。那对对啦，对啦，你若看袂解，咱就家己规则就无唔对啊！哈。好，感谢你。好，谢谢哦，谢谢，谢谢。林林的大勇啦，哈，来，哎，你啊。嗯，三大哥。是啊。咱讲国民党咧做，他民党啊万人支持都唔是干那一届啊，他一三万就去。
应邀参加一个冰冻晚宴，一个接近都去讲到什么？你美国做啊食猪脚啦，猪啊准备猪脚啦，那美国的猪脚是。伊是要学迄个小狗，迄个发喙齿啊，要喙齿做你磨齿卡，要你磨喙齿的。结果伊去讲人迄个屏东万人坐哩讲这种冷笑话，啊，行人听着我啊，安尼阮这食猪卡，唔就拢是小，拢是狗。啊！无紧，啊！迄个啥物讲话嘛，拢来讲。啊！较早人咧，啊！较早台南一间，当时用讲的是猪脑。台我讲哦，用讲吼，上小批练啦，上袂计上。一方面啊，要爱咱的晶片啦，啊！一方面啊，要伊处处咧去欺负台湾。啊！问题咱的晶片是哪要互伊啊？哈哈哈！讲到讲到，就搁讲到家己啊。中国咧炖晶片呢，即马变名咧炖呢，啊，咱嘛是照常咧提供给因啊，对不对？毛炖啊，毛炖嘛，对，毛炖，好好。毛是当咧炖晶片呐，讲叫做毛炖安尼啦。头拄啊有另外咧讲这个背地吼，你出面只当讲叫咱面只当来去买中国疫苗，我正个啊，啥唔能讲话正啦，我去金砖店买金砖是。头前有甲讲讲，啊个肥猪，你若讲动工了，你若要去做，出错等于嘛。我头拄仔咱上大哥讲了，做无讲了臭道理的。台湾已经吼，真生气就对了。啊，我要呼应咱民进党吼，咱民进党就对了，咱支持者就对了。拢是意思讲，迄个民进党就对了，拢要找一流的就对了，找一个到宋王看有啥物空方，若做无好就对了，民进党决定要甲清除就对了。台湾就是安尼啦，你唔落去执政，就是变你做较好咧。卖讲像国民党安尼，国民党就是这样啦。伊人太阳放火，安那歪，安那操控，伊就要继续要支持就对啦。但是咱民进党的人，民进党底下是分割做重组的，所以希望咱民进党哦，爱好好做，吼，爱好好做就是。好，感谢，好，好，谢谢，谢谢，来，你好。哎，你好。莫西，你好，我是传哦，传在你哦。我甲你报告，昨昏嘞，你那迄个沙田埔新庄棒球哦，新店，拢正常，拢正常，信号拢正常了，对啦。平安口，老板嘛正常。感谢，哦，你又去替我去测试啊？哦，阿兄，阿兄啊，不敢。你昨日咧讲啥物讲嘞？你有咧？爱拍枪啊，等于哎呀，讲咩啊啦？对啦。人咧讲一句话，讲国家悠难，对啦。皮肤照啊，大家嘛都爱徛出来。哎呀，咱国家人，这是咱的家呢。有啦有啦。啊，咱家己唔顾，要上顾啊。对。安袂用的啦。对啦。袂用的啦，一定爱出来啦。有影有影，好。感谢。好，感谢这个大哥，这个大哥足半工啊咧，专工啊咧，规四季去甲咱调查咱迄个了，做啥轻松。至少我那爱讲一下，后来咱电话哦，好了，无啦，今麦无电话，我因为每一间电台吼，伊拢有一挂死角的部分啦吼，啊，咱大哥应该是开车落去四季调查，啊，有时咱车咧修会清楚吼，骑车无一定清楚，所以咱。快乐这边只，我那有回应过来，就是讲有的所在有死角，这确实，吼，确实啦，吼，轻松啦，轻松啦，歹势，轻松啦，吼，轻松电台。我咱要讲的吼，用轻松电台吼，伊藏伫咧五指山的山顶，对，五指山，电塔伫咱台北五指山的这山顶吼，啊，山顶一下落来，发射站底下，啊，下落来中间就对啦，吼，对这个目沙啦、甲金密啦、甲新田的地区啦，因为这山势的阻挡，对，山势问题就对啦，这部分的区域吼。有可能因为这山地形的这个影响啊，比较比较，那个收入就较不也好，山区这样对啦，山区较不也好，啊，所以咱的波西人来听候就小和平，伊多好，伊多爱咱波就多，咱波就多咱家，咱的小和平哦，多这发现咱多。多另外一边就对了，啊，所以咱听袂到的所在，咱用伫小边来听，可以就对了。对，哎，多两边多会当小对了，吼，安尼吼，好，您了解一下，啊，这无多，这一定有山势问题吼。除非讲孙悟空打破五指山跳出来，安尼就对了，啊，无多啦。即我有甲查，啊，即卖。
国电台这边才有我这个消息的，对吼。是是是，哎，那知影吼，安尼吼，甲咱做些报告，安尼感谢，谢谢。来，咱搁接电话来哈。好啦，你好，你好，你好。喂，好来，你好，你好。我甲你报告一下，我拜三听到一个消息啦。好啥？讲哦，即个公道讲是为了讲哦，会当甲咱三球，八条，较重要，公道拢无过拢无要紧，所以迄公道基本拢是假议题啊。嗯嗯嗯，因为哪样哦，本来就假议题啊啦。讲起来话，真正咱听的时候，咱真系吐火。嗯，你唔能吐火。就是这么简单，你坚持，迄个不是面吹哦，叫做单飞门哦。哦，伊个话嘛，又过来再来宣传啦，吼。好啦，伊个话嘛，又来再宣传啦，好，感谢，感谢，感谢，是好，你好，你好，喂，主持人，啊，大家好，大家你好，我是一个上班族，我是要听你的节目，哎，感谢，感谢，我都拢在车顶听，好是，车顶啊，大台北地区、台北起来，大概都听得到，哦，好，好，你拢听得到，是，阿姨的。啊，针对一句，咱一定要一句话吼，讲牛就是牛，牵到北京。啊，对了，对了，对了。啊，另外一句，咱个改一下吼，都就是都吼，牵到北京去嘛是。嘛是那个都啦，对。哎，啊，是啊。那个另外一个是讲，伊个针对张阿星啊讲的意见吼，啊，坦白说，我的想法跟阿星啊都拢同讲。哦哦。咱的国家，如果那遭受到威胁，是生命有问题的话，哎，我比阿星啊大差不多三四岁。你嘛是想要上正定啊？如果必要的话，如果必要的话，那你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妻女、我们的亲朋好友，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我的一切全部都是在台湾。对。那如果台湾遭受到威胁、遭受到外来的攻击，啊，我愿意把我这个献出我的力量，不要讲太多哈，做我可以做到的事情，是是啊，为了保护我的国家，保护我的同胞，好，感谢你，对啦，那你想法拢同款，感谢，谢谢，是，好，谢谢，谢谢，谢谢，哈，好，感谢，感谢，感谢，哦，这个声听了真少年，啊，讲个大话的话吼，其实我的想法真简单呐。正经那是强匪啊！咧起笑俩，讲要拍台湾，你敢若要靠现遐军人、遐少年家去，绝对无可能啦！哦，你靠伊，你甲等咱头前啊，咱等后边呢，我咧再站，咱列要坐条啦，对唔对？咱讲较歹听，所以你政府爱互阮遮已经离开军队足久的人，有所在互阮去训练拍枪。嗯、我就上简单的要求，干啦，互阮训练拍枪，去重新感受迄个开枪的迄个感觉甲滋味嘛。是。啊，别日啊，强匪啊来的时阵，拄则这大哥讲的啊，无囝啦、家后啦，咱的财产是咱家己的，咱拢伫遮呢，我唔免尽一份的力量嘛。以后我的某嘛，咱甲我的查囝讲。恁爸爸一八年话，即马去领一支枪去拍工位啊！你来，上去拍，我嘛别来拍。啊，就是啊，就是啊，但是问题是，问题就袂当你，唔是袂当，是你政府无要思考这个问题啊！规尴尬，我刚才伫军事的迄个网站咧看，咧讨论咱的兵源不足。正经啊，正经啊，台湾人的查甫人拢走袂去啊！当然啦，我嘛是感觉呢，因为强匪啊，无因为强匪啊，你社会团下来下去，咱到底徛伫头前的啦，一动枪支卖咱去动，唔是啊？哦，对唔对？你听讲战争这个物件，无人靠飞弹就将一个国家退了啦，一定因的兵爱上路啦，一定爱上路嘛。啊，上路的时阵，就换咱这老伙仔来甲伊拼啊，对不对？我感觉每一个台湾人啦，无得容易拍过来吼，不管你是查甫查某，不管你年岁吼偌大偌少年，拢绝对拢会站出来。啊，有的人是尊重政府的安排啦，啊，有的人伊也是讲啊，我要提早进前讲，互大家知影。人家急嘛。啊，其实有的人会讲，会袂讲啊，但是迄个心拢同款的。拢同款啦，啊，伊国要站进前。心拢同款的，安免怀疑啦。啊、政府没讲有讲的人，就是肯定；啊，无讲的人，就是怀疑，唔是安尼啦。无咧怀疑啥物人，即摆政府就是爱安那，你经济看卖啊，你开放巴掌，我几个去拍嘛。你若开放了，根本无人去拍，恁大家拢嘴咧讲的尔，啊，就卖算了嘛。这代志做大条啦，这开放这吼，你到底吼，这是。要做唔做尔啦？即个怎啊？哎，你未去接送我买安尼啦？对了对了，等咱过半，等咱过半。好来好，来进攻个阿连明，再个倒转来吼，感谢。山河也感慨，叫本来运总袂采，一条鱼并来。为这部吼，广告时间呐，广告咱的产品石头山、花叶芋头、小刀山顶的山，同款，台湾全国，
干那咱信山公司唯一有石头山了了，吼、哦，所以听这种朋友，你千万你要认命哦，都要向公司这边遐，信山公司大王俱乐部这边遮来买，靠我托买着咱真真正正的石头山，叫做欢迎去多少多山顶的山吼。咱、哦、除了石头山以外，咱阁有两骨锁，吼、哦，还阁有金立明的第二代，包括咱的喜乐通。这排便袂顺畅哦，即马即个时代病吼、哦，足侪人拢排便歹排，甚至呢，迄个肠啊拢出问题。许多山要互人食着食即个许，许多通要互人食着食即个叫啥？排便好顺畅。啊，伫咧肠啊内底遐肠啊白啊拉三十只，有乳酸菌即个活菌甲吸收，放放我出去，你有一定的保护，对肠啊有一定的保护，即一定爱食。保养的物件一定要吃了对吼，除了这产品以外，佮保顺健，咱男士朋友啊，放尿出问题，迄拢尿泡酸的问题，吃保顺健吼，血红素吼啊，吃咱血红素对些心理上这个病态的对了，有足大足大的这个帮忙。尤其这个血红素吼啊，特别要介绍咱公司大只吼，真侪人病态哦，伊家己唔知有病态呢。你除了去医生遐抽血做检验了对，查甫十三，查某十二，那加伊十三十二。一人给一人，你想十八九吼，我迄就变的啦，安尼听好无？所以查甫一定要到十三，查某到十二就对，给伊这拢总变下一群就对。啊，所以变下你若要去抽，像我一世人也喊你去抽啦，吼安尼。啊，伊孙娘，头壳咧晕，头壳咧晕，头壳咧疼，啊，当作是感冒啊。啊，伊孙娘，这心脏啊，扎扎扎扎扎扎，啊，呛呛呛呛呛呛，实际上心脏无问题啊。结果查无原因啦，是安怎讲呢？病迄都会安尼呢，所以这病迄有够侪竞争个对，伫个咱个人人体上拢会产生呢，啊，拢当作是八种病个医啦，上重要是感冒啦，感冒歹困啦，啊，暗时啊，暗时啊，困啊，目睭安尼会擦啦，擦啦，啊，点点擦擦擦擦，啊，胸气大件就咯，这足侪拢是属于是病迄个一群个对，啊，当然你唔知啊，啊唔知就开始去找医生管啦。啊！医生也无甲你检验这个血到底有够无够啊！啊，嘛是安艰苦，继续咧艰苦，继续咧艰苦，药咧吃嘛是无法度医了着。哎，这个是病迄，你血补够都袂啊，自然你伊家己就消失掉了着。啊，你若无抗固了，你到底了着啦？你会变成安那？变成真正白疼咧？迄机能也开始就是一日歹，歹了了着啦，就坏嘛，就害啊。所以，详细话讲，听众朋友。血红素没有人吃，最大的意义就是这个所在了，对吼。这是贫血需要吃的物件，对吼。所以这些产品啊，有许多三家产品，到血红素这些产品了，对。是咱信山公司眼睛，听众朋友会当选择的一个正好的这产品了，对吼。以许多三家产品为主，免疫能力、抵抗力量非常重要，心灵代谢非常重要吼。靠许多三定这些产品会当好啊，来顾这身体，和身体会当健康。这是真需要的物件了，对。你若唔知啊，拍电话过来，跟这详细询问，甲你介绍个非常详细了，对。看来个别，吼、哦，等于服用啊，真感谢吼、哦。咱一个全国服务机会免费的专线电话，你甲拍好通，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好来，感谢啊！咱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我那爱讲过一段了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来，咱今仔日吼，听你讲讲这波的雨水落来到今仔日啦吼。啊，当然啊，那一气象局报明仔载开始就拢好天呀。啊，要搁等到有雨水来，就是吼，到到五月。下旬，讲拜因呢，讲拜过一波呢，哎，拜过一波，哎，拜过一波，哇、哦，我这是什么？一波我打电话去参详、哦，你讲迄个海玲王讲的对吗？没有没有，十月都过一个月呢，啊，海玲王五月中旬，我五月
十五鬼，海玲王讲爱等机遇啊，哦，那得爱等。啊，佫无一定个对啦。你有看台南流水流偌济无？哎，应该问下仔会知影，应该是无济，咪咪啊尔吼。嗯嗯。是落几啊点钟啦，但是咪咪啊好啦。哎，但是落偌济算偌济嘛，吼，总比无落较好啦，吼。台南台南市就有咧落啊啦，因为我半暝起来吼，因为我四点半我就精神起来，我拢都爬起来，迄阵落正大。嗯嗯嗯。啊，就取骨啦吼，安尼啊，出去规个拢淡。哦，对啦，你敢若落，但是就水库落偌济，唔知影啦。台南虽然落无大吼，但是昨暝开始落到今仔下仔嘛，对不对？差十点外就停雨啊，就无雨啊。但是这个雨安尼落，你敢若厝内有需要压火的人，就对，剩落来水就袂少啊。啊，横林，吼啊，横林慢来，对，横林嘛是灌溉的水嘛，咱加减欠啦。我台南时时拢有落啦，应该拢有落。拢有。啊，就水库到底落大落少，咱就唔知影。哦，对啦，对啦，好啦。来，希望这个水吼，迄当下啊，这个疫情吼，希望这波有哪个甲控制好势安尼吼，哪控制好势啊，会掉拢国民党掉安尼吼，安尼唔才叫做报应呢，啊，无会安那。来，时间的关系，啊，咱那个明仔载空中再会，感谢，来，好，感谢，拜拜。